Hello， 大家好 ，Merry Christmas！ 今天早上、我们有收到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这个 Christmas 的关系、所以、公司、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配套，给予这个 iVision 啦、然后这个配套、就只是今天到明天26号早上10点之前的一个配套。这个配套、为什么这么好呢？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iVision 是什么来的，好不好？ So， 九盒的 iVision， OK， 这个九盒的 iVision 它就会送多一盒的 iVision， 再送多两盒的这个 Manifit 啦， OK。 So 在这边的话、就让我们节省、超过、35% 了的，所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有些人、可能并不知道到底 iVision 是否什么，就是是否我们的眼睛的，然后你都知道啦，现在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看电话、看电脑啊，对 3C 产品都很多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这产品真的是对我们眼睛很好。然后、我并不是只是在讲、这个产品、好不了嘞，而和是在我们的这个产品和这个 iVision 也拿到了这个大马保健品牌奖啦，就是这个大马保健品牌奖啦，耶、OK， 到底这个奖项是什么一个奖项来的？这个奖项呢，就是联合和新州日报联合了这个我们的卫生部，马来西亚的卫生部所颁发的这个奖项来的。而当天来颁发奖还有我们的前卫生部长，因为政府才刚刚换那个部长嘛，对不对？但是前的卫生部长的时候就颁发我们这个耶大马保健品牌奖啦。 OK，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奖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奖项啦，也、我们并不是只有 iVision， 我们还有很多的产品、也拿到这个大马保健品牌奖的，包括呢就是这个耶、看到吗 iVision 啦，我们的 Manifit 啦、就是这个送的这个 Manifit 啦，然后蓝藻啦，然后还有我们的整个梭波啦。 OK， so 那么、我们这个大马保健品牌奖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当我们在选择一个好的保健产品吃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哎，这个保健产品有没有这次真的是这么好，有没有受官方认证啊，有没有拿到很多的奖项啊，而且市场上很多人受惠于这个产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奖项来的。当然我们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这位了， OK， 就是 Mr. Patrick 了， OK。 所以 Mr. Patrick、他之前呢他就有那个Lazy Eye， 就是懒惰眼，已经10多年，已经很多年了的， OK， 20多年了的。但是、他通过吃我们的 iVision、只是短短的一个月多的时间不了、你可以看他眼睛、你看、从这样子的，因为这个眼睛诶，眼睛开得比较大，而且不用紧哦，他的眼睛哦，你看眼珠哦，从原本哦是在靠左手边的嘛，对不对？吃了过后，诶，他的眼珠哦开始跑回正中间去了哦，所以哦，这个真的是帮助了他很多啊，而且我们还有其他的见证，包括我们这位的见证，还有 OK， 就是哦，这位就是Mr. Alex。然后、他自己本身、他很少有红眼症的这个问题的，就是眼睛会发红的。然后、有一次他朋友看到，哎，为什么你眼睛、这么的红？然后、他就开始吃 iVision 吃4包罢了嘞，他的眼睛、你看、从这样子红红、变成了、减少了很多了嘞。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见证、就是这位人那时候是因为他接触到眼睛接触到一些可能细菌还是什么啦， OK， 就是他的眼睛、很不舒服， allergy 很敏感很痛， OK， 但是、他吃那个我们的 iVision 短短20分钟的时间不了，配合我们的许多豆，哇，你看他的整个眼睛、舒缓掉去，舒服掉去了。其实、我们的 iVision 真的是非常的棒的。所以在这里、如果有一些人、他并不知道 iVision 是什么的话，在这里、我就给大家讲解一点点到底 iVision 是什么来的。 OK， 我们的 iVision 呢就是由这三个成分来组合的，包括我们是有这个万寿菊提取物，
包括我们有这个黑加仑提取物，还有这个马吉浆果提取物。OK， 所以这三个成分都是对眼睛都是非常的好的，包括我们的万寿菊提取物，因为它在它在产生它里面有很多叶黄素跟玉米黄质，然后在这里的话它就可以帮助到我们的眼睛更容易的去吸收。我在这里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就是conclude 起来这三个产品它到底帮助些什么产品什么的功效就是这个了。 OK， 万寿菊提取物它就帮助我们的防蓝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睛的话时常看这三 C 产品嘛，对不对？所以它就可以帮助我们防蓝光。马吉浆果提取物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眼泪的促进。你会发现到其实很多人在现在时代眼睛很容易特别的干。OK， 然后还有黑加仑提取物的话，它就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眼睛部分的流动 ，OK， 血液循环的流动，而且舒缓我们的那个眼压跟改善我们的视力了。所以在这里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很多眼睛的问题都是由干眼症开始出现的，而这干眼症就是因为我们对的蓝光很多。所以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三 C 产品。我们每天都在看，然后我们能够做的东西就是在我们的眼睛形成一个保护膜，那么这个保护膜就是我们的这个 eye vision 的，所以当你吃了过后，它就有一个保护膜在这边，然后它就降低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伤害。我自己本身呢就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因为当我们每次看手机看得太久的话，看太多了的话，就是当我们眼抬头一看外面的时候，突然间后面会蒙蒙这样的，我会发现到这个东西，然后我也发现到我的眼睛都会比较干一点的。然后我发现当我吃了这个 eye vision 过后，那个时候是早上两包晚上两包，吃了过后开始看到很大的这个效果。然后当我看了这个荧幕了过后，当我马上看外面的时候，我的那个蒙的那个时间缩短了很多，而且也很快恢复回这个视力。我发现到当我看东西的时候也更加的清楚了。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有办法可以避免这个三 C 产品的话，这样我们能够做的东西就是好好的保养好我们的眼睛咯，因为眼睛是一个灵魂之窗嘛。今天如果我们看不到东西很黑暗是不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再次强调，就是我们的这个 promotion 啊 ，OK， 就是买九盒的 eye vision， 九盒的 eye vision， 然后送多一盒的 eye vision，OK。然后就会再多送我们两盒的这个 Manafit 啦。这个 Manafit 是吃 for 什么呢？就是吃 for 我们的皮肤胶原蛋白。所以当我们不只是眼睛看得清楚，也让我们的皮肤短短的那个效果就是很好的这个效果。所以何乐不为，趁着这个Christmas 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就让自己投资给自己的眼睛，也投资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爸爸妈妈，我们的可能是孩子另外一半都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因为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这个蓝光了的。 OK， 所以我的这个分享到这里为止。我是智勇，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在留言区 comment 这边来问我问题，或者是你可以去到我的 profile 找到我的那个联络的方式，等下我就会放那个 video 怎么联络我的方式了，好不好？谢谢大家，我是智勇。了解详情请跟着这个步骤，先按图像，然后再按连接，来到这边请按 WhatsApp 来联系我，谢谢。